家好，今天来讲一下做出细腻顺滑的免烤冻芝士蛋糕的五个小细节。奶油奶酪软化到位，搅拌起来会更顺畅，不会起小疙瘩。经常提到要室温软化，但室温软化耗时长，而且很难确认是否软化到位了，所以我推荐把奶油奶酪包在保鲜膜里，用微波炉加热或者隔水加热的方式软化。软化到位的奶油奶酪不用电动打蛋器，用刮刀也能把砂糖均匀地碾进去。再倒入柠檬汁和酸奶调调味，继续搅拌。把明胶撒在牛奶里搅拌一下，简单过滤一下，芝士糊会更顺滑。打发的奶油有流动性，奶油不要打发过度，像这样用刮刀铲起来会慢慢滴落的程度就刚刚好。隔水加热至50到60度左右，使明胶充分溶解，然后舀一勺芝士糊进来，充分搅拌后再倒回去。顺势加入刚打好的奶油搅拌，分次加入可以使搅拌更充分。先垫上片海绵蛋糕，再把芝士糊倒进来。我们看到芝士糊呈缎带状落了下来，这种程度或者更稀一点的芝士糊都是比较好的，因为你轻轻震一震，表面就会变平整了，会更美观一些。然后来处理一下柚子，我用了专门剥皮的小工具，轻轻划开柚子皮。再用手剥开，这样内层里的白色的皮的完整性就得到了最大的保留。用剪刀剪开柚子瓣外面包裹着的皮，继续剥皮。完整的柚子瓣就出来了。红柚子也是一样的操作。最后做一个果冻。白砂糖、柠檬汁，再倒些水，烧到水底咕嘟咕嘟的冒小气泡时，放入明胶，等明胶充分溶解了，果冻液就做好了。柚子瓣一半压一半的摆在蛋糕上。
再浇上果冻液后，继续冷冻一会儿。切的时候可以看出来，这个芝士蛋糕非常 Q 弹。内部组织也很细腻，口感更是非常浓郁，同时还有柚子清新的口感。这一款好吃不腻，不用烤箱就能做的芝士蛋糕，非常值得在家里尝试。我是喵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